对，不要直接被四车会死掉。香肠不死掉啊！你要知道，香肠不死掉啊！干！啊干！我要跟着死。你太快了，太快，我跟不到你啊！没关系。两局，两局，逃了，逃了，根本就要从六，要从六，要从六。哎呦，我们走六。会三个晕，看。没有，他们很多香蕉，最少有个二三十个吧。用香蕉法比我们还多，我觉得。一样，出了，四色出。人清完了吗？人清完了吗？等他们被往上打，他们这样。在黑洞转点，他在黑洞转点，我马上这里。黑洞转点。线差不多，是不是线差不多了？对啊，转点吧。哎，能可以的，先吃网，没有。还在旁边打了。啊呜！靠腰啊，怎么死？到底怎么死的？跟你冲，我跟着你冲。到底多少人死？多。我们开一枪，赶紧过防御防。咕咕咕咕咕！真的是，慢点！你在旁边，你在旁边搞我。没事了吗？第一组就来了，没事了。亚慧，亚慧，你赶紧回来哟！我有技能辅助的哟。嗯，别弄，哎，都飞走了，应该都飞走了。还在？还在吗？我去机子看。还在。我看他们家，我他妈直接飞掉去搬去。哎，机子没人，机子没人。一直没人。封印。你肯定不要爬的。但是我在过你姐，继续上。哎，他们在封印哦。哎，一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几分出啊？我靠，六小时又来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我都搞不了了吧？害羞吗？这你是有用？不对啊，不对，他要讲国号吗？没有聊，在打架，没有停下一个话。那小天就起床了。敌人我们直接如果主动要出了，你看看。三。西安是劝的来劝的，西安是那个开战时都用，哈哈，干这么坏，他呛英雄的说要打都来，干西安，他哥说挺他，他到底什么事？等住，那边，十七被英雄的呛，西安跟英雄联合，那小店七六分哦。类似的，对，今天跟十七连了，哦，十七被欺负，然后你去帮十七，嗯，哦，我看得起你，哇，太远了，我过不去啊，没关系，我习惯，好痛，很痛，这样也可以走了吗？做骑龙打很痛，好，骑龙，刚挂金丝的美还在打我，到底听得起。那、啊、你要嘞？不管怎么做，难道你要归那个死亡跟英雄的？啊，死亡不是 CI 那组吗？他、啊、叫老汉啊，老汉没有处理啊，老汉又不站在死不起，所以他放老汉也没那么强啊。老汉没有去阿基那么强啊。结完四十分死。好了，这些还是用。这些还是在用啊，操！小问题啊，一个英雄不是很强啊，是。哎，三哥，那之后的缓速跟那个鸵鸟加不同级别哦，之后改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有吗？你呀、啊，对啊，你呀、啊。干什么不能蠢的、啊？要怎么蠢？你跟我讲一下。再打几颗精准就有了啊。啊？再打几颗精准就有了。丢地点没错啊。对啊，丢地点什么、啊？什么？打团战。我单打嘞。单打不行，单打。他妈会补血，会补血，会不正界，我就比较头小了，我操。不要拉冰刺啊，差多了。后来是谁？
枪，这边真应该躲。你看你们攻略再多几页。对，让魔攻走。他们魔攻不够，当然还是别出那个黄金了。魔法是魔法伤害吗？不能找西安去聊八卦。对啊，去找西安聊八卦。西安八卦就不讲这样子。那不是情到一场也不讲。这只是规定而已啊。后来你干嘛？没有什么呗。我要是先开，我要是先开的，要追那个。我跟你讲真的，那个还是一点零六分是什么概念？就这个一点零六分合。